这边在转弯，再上来，哎，奇怪，怎么挡路了呢？奇怪，怎么会这样？来看一下这师傅，这楼梯怎么这样做的？太厉害了！师傅，这个楼，这个楼梯，看一下嘛。错的啦，对不对？还有，都看这边。漂亮的哦，漂亮的这个楼梯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个很好笑的。来，很好笑的那个楼梯，漂亮的哦，再看这边，不一样哦，很美吗？这个设计太漂亮了，看一下。从这边再转弯再上来，哎，奇怪，怎么挡路了呢？奇怪，怎么会这样？漂亮的哦，漂亮的这个楼梯，看一下，这个楼梯上来，然后再左转再上来，哎，不对啊，哎，对不对？是这样做吗？这种楼梯？哦，不得了哎！来看一下这师傅，这楼梯怎么这样做的？太厉害了！师傅，这个楼，这个楼梯，看一下嘛。错的啦，对不对？还有，奇怪的，哎，没有路可以走的这种的。跳的。我那边了。都已经打水泥了。最高境界的，真的很可爱呢，这种的。哎，我通过这种的，我喜欢。哎，反方向，然后又没有办法下去楼梯的。哎，对，来看一下这师傅，这楼梯怎么这样做的？太厉害了！师傅，这个楼，这个楼梯，看一下嘛。错的啦，对不对？还有，奇怪的，哎，没有路可以走的这种的。我要用跳的。哇哦！一台车把一间房子在路边跑，哎，你的海嘞，洋气啊！又过电还不够电，这是刚买一块地是不是？哇哦！一台车把一间房子在路边跑。对，精致还有窗户哎，另外一边可能有冷气，好的。这样不算违法吗？哇哦，一台车把一间房子在路边跑，这露营车也不是这样子开的啊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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